从不。我回去回去捡一捡一下，下，啊，这这里，里，然然后后这这个个地方有有戒戒指，指，来，来，尽尽管管来，来。这个应该可以，哦，好长哦。先用这个这个代代替替吧，吧，怪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再放那个连连锁锁闪闪电，电，就就是是像像说说里里面，面，我我们们这这里里等等一一下下应应该该要要进进去。去。好，好，准准备备开开始。始。进去，去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能能打打的？的？哦，真真厉厉害害啊！啊！连连锁锁闪闪电，电，不不死死的的祭祭坛，坛，这这是是放放过过来，来，放放下下去。去。哦，哦，妹妹纸。纸。加加这这么么棒棒啊！啊！好，那我那我就就捡捡了，了，不不省省的的祭祭坛，坛，那那就就加加智智慧慧与与知知识。识。哦，真的加真的加二二，DEX ，DEX 我我怎怎么么十十九九的？的？我我点点到到 DEX DEX 吗？吗？还还是是刚刚刚刚是是他他开开的？的？哦，就就这这样，样，没没错，错，就就是是这这么么小，小，没没关关系，系，没没关关系，系，我我们们先先这这样，样，我我们们去去打打那那个个法法师，师，有可能就是捡捡那那个个 DEX，DEX DEX，DEX 好好像像是是2020嘛。嘛。是是十十五五吗？吗？起起初初是是十十五五吗？吗？好像，好好像，像，没没关关系，系，反反正正我我没没有有去去点点到到它它就就好好了。了。我们先开魔力护盾，哎，哎，不不行，行，到到下下一一层层魔魔力力护护盾盾好好像像就就会会消消失。失。因为我们刚刚回村庄的时候，村庄的它就时候，消它就消失了，失了，所以所以我我们们等等一一下下放放这这个，个，这这个个应应该该可可以以打打它它很很痛，痛，先先存存档。档。魔法耐耐性性有，有，属属性性不不明；明；魔魔法法无无效效化，化，属属性性不不明。明。抗抗性性太太低低会会被被他他教教育。育。哎，哎，你你敢敢教教育育哦？哦？哦，看到了吗？我们有这个，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用掉了。我我们们自自己己就就有有魔魔力力护护盾盾了，了。嘿嘿嘿嘿，刚刚打怪物掉的就是这个吧？说，敢敢说说我我抗抗性性太太低？低？先先问问他他一一下。下。なんで何しに来て邪魔されるとおかしくなりそうで、これを持っていけ、わしのことほっといてくれ。啊，给了我们一本作文书，我们我们先先学。学。看一看一下，下，是，哦，这这个，个，这这是是这这个个火火焰，焰，我我是是希希望望你你给给我我连连锁锁闪闪电电啊，啊，他他怕怕连连锁锁闪闪电电吗？吗？我我如如果果会会的的话，话，我我就就用用这这招招放放他。他。捡一捡一下下旁旁边边的。的。鉴鉴定定书，书，刚刚好好鉴鉴定定一一下下我我们们这这个个戒戒指，指，
全耐性加十二发陷阱造成的伤害半减。哎，还不错嘛。这 DEX 呢，除了加命中率，就加一的防御。那我们就放这个。哇，三的防御哦。嗯，对法师怪抗很重要，像这个应该就是如此。那我们先补个血，然后，嗯，星星，等一下我们放放看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没效，召唤他去去打，呼！射他射他射他！悪いな、邪魔したようだ。嘿嘿嘿嘿，哦，这个粘土哦，不错哎。他掉什么？他是不是掉这个啊？他一个法师椅，他好像没掉一个好东西给我。嗯，学一下，嘿，哦，圣光，我们有圣光了。哎，粘土人，粘土人，你去哪？粘土人去哪了？应该时间到了，消失。那我们在村庄的，哎，这把我们就可以把它丢了，就可以把它卖掉。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圣光。哦，他会去散步。好哎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。真是悠哉的粘土人。我现在学到了魔力护盾，然后也学到了圣光，还不错，守护者也有。不过刚刚实际上这样下来，守护者在这个 PS1 版不太良好，因为太短了，四个释放就没了。鉴定。又来た。ま、聞きなさい。战士这个一定超赞。命中率加 20% 以外，加 300% 的伤害，3到 6， 这样不是就变到18吗？然后 DX 魔啊，防御减10，好少，看起来不错，实际上防御减10，这跟拿那个菜刀一样嘛。魔力 3% 吸收，追加火焰伤害1到10，超高耐久度。3%血量吸收，卖掉。呀，いらっしゃい。这个暗金竟然才卖2400，这戒指卖了，卖了。然后我们也去把那把杖卖掉。现在只需要这把，顺便充能。
这叫艾德利亚吗？啊，阿德利亚，看到了，他的念你喽，尼德利亚吧，那个念尼啊，然后后面是念利亚。答えを追い求める魂よ。585，可能黑店，欧店。哦，哈哈，三代中文版。反正这1000块，我们就拿来学一学，看一下是什么招式啊！火球。答えを追い求めるさ。嗯。啊，艾德利亚。艾德利亚。阿德利亚。嗯，我现在死的那个就蛮痛的。看一下哦，哦，他的耗魔才3哎，好低哦，圣光6。10，魔力护盾33。哈哈，守护者要48。伤害11-22而已，然后我的火球伤害27-36，圣光25-34。嗯，我250魔，可以打个86次的火弹、火球弹。总之，我们先去九楼吧。然后放那个魔力护盾，先看看，如果怪太难打，我们再洗那个加能力的。嗯，好，先 save， 我们先 save。哦，3发。哦，还好有那个抗魔法的。哦，真的是天差地远呢。还有我们会跑位，我干嘛升等？我刚刚才吃水就升等，害我们浪费一瓶水了。太可怕！哎呦，换连锁闪电，连锁闪电，我闪，我闪，我闪，我再闪！哦，有一只怪，有一只王，哼，哇！啊，不怕电，走走走啦！疯狂放，疯狂放！我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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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走再说。哎呦！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不怕电欸，圣光怕不怕？我们试试看。会穿透、哦。
有，我刚刚见识到了，我刚刚见识到了整个消失。我们快升人了。哇，真的！来，过来！存一下档，我们先到下面。真的，哦，那只王，我硬扛硬扛硬扛。哎呦！又消失了，又消失了！火墙没了，火墙没了。我们先放个。哎！这太可怕了吧！太可怕了吧！我们走另外一边了，这边太可怕了，好可怕、哦，我怕怕，有人嘞、欸！给我火墙，火墙，为什么给我闪电啊？守护，啊，守护，守护者，好了解，我们去再。刚刚有看到一个东西，哦，他们把门撞开哦，真聪明，有点。原来我一直在打门哦！哦哦哦！好，我们过去放守护者。王总来这里了。先上去。岩浆怪。不过似乎是火还是耐性高，还是可以打得死吧。其实有些怪啊，除非说像圣光那个是对那种专门。哇，有够可怕！先下去放那个。换楼层真的那个护盾会消失。好，来挑战一下。
亲自放火球，风筝你，穿过去、欸，是穿过去的。好 ，OK OK， 我会慢慢来的。好，辛苦你喽，拜拜。他放雷电，可是我火球似乎穿过去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招对他没效，这个看看。火雷无效，不要啊！哦，圣光看看，圣光圣光，圣光没有用。No no no， 好可怕哦！我们去捡东西。然后赶快先绕跑。哇，火雷无效，肉搏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啊！对啊，直接穿过去。石化术。肉搏，肉搏。赢啊！肉搏不可能的，哇，这个打下去也没在损血，我害怕。对啊，是的，我们先是的，不过被我们这个给干掉了，别说闪电，可是我现在没有魔欸，我们要走路回家吗？还是我们去找一下那个？怎么办？先存档。好的，只是我们剩下13发连锁闪电，要确保说在这13发之内没有小 boss， 然后也没什么怪。魔力护盾剩下30多滴的魔，试试看。我们好，我们试试看。OK OK， 话说石定上面我没有看到重置版，而且那个现在好像比较难找到资源，有些都挂底，那个资源好像挂掉了。
有些资源好像挂掉了，所以可能要直接去暴雪那边买那个数位版。哦，一只而已，太浪费了。哎，过来。另外一个呢？哦，原来被我刚刚连锁闪电放倒了。哇！就剩不到几发。因为没有魔耳，所以只能放这招。哇，那是什么？火系大概，我了解。我们先。他那个不死亡冠任务是不是结束了？买视频就好。哦，所以圣光实际上是只对骷髅有效而已。有个老人呢，以前我没发现到。あのシワクチャばあさんは代わりに何もしねえのかよ。そう、ものは。あ、乞丐。该不会有任务吧？よう来た。ま、聞きなさい。看一下这个靠耐久度。超高速攻击，全能力值减六，全能力值加六，就跟你说你这两个要放，旧版没有，所以 PS1 它其实版本是更新的就对了。やあいらっしゃい、また来てくれたのかい？やあいらっしゃい。果然超，哦两千多。不过我这边看到，哦，最旧的版本。哦，毕竟好像 PS1 就是从 PC 移植过去的，所以就会，比如说是 1.03 或 1.04 版就对了。答えを追い求める魂よ。咒文书1000块，买了。啊，这个五楼，答えを追い求める魂よ。了解。OK。觉得重制版是2014年的。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去那边。OK。不过是比较难找了一点。如果找得到的话，是真的很想玩那个重制版，因为看了介绍啊，真的超多东西的，而且界面画质提升蛮多的啦。虽然说我对画质不易，没有去太要求，
低画质的我也蛮喜欢玩的，不过看这样他蛮有用心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把每一只怪物做掉。忘记放了魔力护盾。是啊。好，走这里。哦，怎么又一大队？又一大队，太猎奇了吧！放守护者。又是王。要把你干掉。刚刚我是用这招把他干掉的，刚刚我的确是用这招把他干掉的。好，肉搏肉搏。哦，为了你。啊！可恶啊，可恶啊！为什么我有两只啊？有，怎么这只火球又可以有伤害？真的。好吧，每次怪抗性不同。也对啦，只是这样落差好大哦。啊，这边不就是回去？哦，这样一泼下来就浪费1000多块，电抗真的蛮需要的。一瓶水150，还来啊？两发。一发，来来来，尽管来。所以看来并不是说火对他没效，是没打到，因为是穿过去的。啊，可是刚刚那只他是明显是有打到，所以是他闪掉。放电了。
嚯，也太多。哦，有个橘色的。刚刚捡到一个，啊，就这个吧，垂直橘色的。弓箭白色，白装，我们白装就丢掉。不过水晶剑，水晶剑好像可以卖不错。嗯，我觉得雷电主要是因为比较多是贯穿属性的魔法。就像二代吧，二代打到也是蛮常出现的。啊，我觉得又有小 boss。哦，果然。很会闪哦！很会闪，很会闪。OK， 我们再来。白色的，白色的，两只啊！两只白色的，我想先回去。どこにいるよ？我要回家，那边太可怕了。魔准备够多之后再放那个。火墙那个法杖我不应该丢了。嘿，鉴定。よう来た。ま、聞きなさい。加89%伤害，跟我无缘。哈哈，哇，一样加15，追加伤害20哦。然后不会坏，这真的蛮强的哦。魔力减150，全耐性加5，魔力减150啊。战士其实也不太需要那个魔力啦。敌人防具伤害，应该是说可以直接透视敌人防御力的伤害吧。都卖掉。89%这个弓箭竟然卖4000块。水晶剑才100块，也太少了。哇，9100啊，9100耶！哦，这个要不先留着吧？有啦，其实有啦，那个你先。放在身上背包，然后存档角色的存档就是重刷的意思。然后重刷的时候开两人，开两人，然后一个放用战士，然后从一批传武器给二批，丢地上传武器给二批，就算就像这样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先放地上，啊，是很麻烦，超级麻烦的。
不过这算是一个小 table。好啊，不过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厕所一下。好，在这边不好意思，大家等久等一下哦。